有一个寓言故事讲给大家听听。 有一个猪说：“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要当一头牛。虽然牛生活苦一点，但名声好。我们猪似乎都是傻瓜和偷懒的象征，连人家骂人都要说你这个蠢猪啊！”牛说了：“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愿意做一头猪。我吃的是草，我牛挤的是奶，干的是力气活。有谁给我评过功、发过奖？你看做猪多快活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肥头大耳，生活赛神仙呐。”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案。不少男人说。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要做一个女人。我可以随意撒娇，发脾气，做公主、大小姐、富太太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可以支配男人，让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女人的答案啊，答卷啊。 一律填写为：假如让我再活一次，我一定要做个男人。我可以蛮横、冒险、当皇帝、皇太子、老爷，我还可以打人。最重要的，我可以使唤女人。这个时候，上帝看完，气不打一处来。 这些无知的、只知道盲目攀比的，太不知足，把所有的答卷全部撕得个粉碎。然后上帝说道：“一切照旧。”这个故事告诉大家。 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人就喜欢跟别人比，越比心里越不平衡。看到别人的优点，看不到自己的优点；看到别人的优点，却忘了别人的缺点。实际上，生活不能靠攀比。你们知道生活的美好靠什么吗？靠珍惜呀。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缺陷的。实际上，真正的幸福就是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你只有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，你才能真正的去享受这个幸福啊！ 你都没认为自己幸福，你哪来的幸福可言？所以很多人经常说：“我苦啊，我苦啊，什么都苦的，哪有那么多的苦啊？好好的把心放平吧，什么是你的？没有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们今天已经拥有了很多了，赶快放下，你们会拥有更多的智慧。”